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设定的数位类比哦。我按左边的 A， 好，再按右边的 B。这个呢是透过按钮来控制开关啊。这个是数位信号哦。我们刚使用是一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刚设是上面另外一组是1024呢，那边呢零到1023呢，那就可以控制灯号亮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这边是做很简单的，左边、右边可以做切换。好，那结果就像这样。